来参加这个研讨会，也是应了上一次我们8月25号举办了一个同一主题的这个讨论会，今天是为了进一步的一个推动。还有今天呢，因为也是针对我们反对新的四个区新建监狱的一个议案的抗争，我们持续了2年多。这次的抗争的挫败呢，值得我们大家去更深入的了解，和投入。我们呢，如何避免把这个重要的选票给了一些背叛社区的政客，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话题。还有今天我们主要集中讨论我们。有几点的事情，我们能做什么样的选择？如何组织选民登记啊？还有告知民众当前几个各议会的动态啊？还有帮助选民如何了解参选人的一些政纲、还有政绩等等的话题。今天我们也将主要的提及现在和未来的一个方向的规划，和讨论华人从政的一个道路。以及目前有适当的一些人选，希望呢大家可以踊跃的发言，好不好？现在我想先请我们维权大联盟的召集人陈尚庄先生给大家讲一讲主要的一些今天的议题和接下来的一些规划，大家。尊敬的各位媒体啊，女士们、先生们啊，大家下午，还有我们的。这么多同志，还有我们这么多的一个兄弟会，刚才我们江会长已经讲过了，就是说，我们从上一次的一个，就是说啊，昨天、今天、明天的一个华联参政的一个方向，刚刚过了2天嘛，刚刚才提的就是说，关于我们的自大区建党的事情，我们真的很失望，很遗憾。一个惨败，但是我们2年多前一路上来争取，对市长推动这个建老的问题，还有不止建老，还有那个特殊高中啊，还有五下可归啊，那种种的社区的一个措施都是没有经过让社区来。就是说反映出来，他硬了。就是要做法的，我们前两天已经就是说，在市政府，我们已经在那边已经动这个每位议员动员，还要让他们来，就是说对这个事情看法，让他推广出来。最后，我们还是输掉。但输掉，我们不是说你们输的啊，因为现在目前就是说，今天呢，我们出来讲。这个就是说我们华联的参政意见应该我们华联要出来了。这么多华联在这边，光光在这边近100万人口，但是我们去了解一下真正的华联在参政意见方面有几个人，是不多的。但不多之中，就是偏偏我们两个华联推出来以后。他投了赞成票。那一天我在市政府门口，我见到彼得布，我彼得，为什么搞的？他说一句话：现在区的陈宪文，他投赞成票。我记得他，我问他一句：如果他叫你跳楼，要不然让他跳下去？你自己本身是一个议员。你有主见，这几年来一直我们华人在这边方面看见怎么维权方面做了那么多。我当时在皮特那时你也给我们一条心出来，这次你变成一个好像不关自己的事情，出卖了华人的社区，这样我就不知道。后来笑笑还走掉，我们就是在那个市政府，但现在目前就说。今天我们只是回顾过去的事情，我们明天将来我们
这样道路怎么走啊？希望能够在座所有的一个我们啊，在这里都是我们一个每个社区的精英，让他们看看了解。希望今天呢，我们这里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参加这件事情，我们今天也鼓励大家出来，也要看过这次总统选举，唯一的华人，当时没人看好，现在啊名气多大，是不是？啊，感谢你。所以说我们走出来，他会当选总统。另外一件事情，但是带什么勇气？希望我们这样说，要呼吁大家，就是说能够出来，为我们真正帮到自己，还是靠自己。不一定是要看，但希望就是我们下明年以后的将来，议员们或者是每一个区委的一个政治家，都要以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目前华人要出来，要为我们少数民族着手，不是说光光为了以前为了钱，我来给讲讲，拍拍马屁讲几句话，这是我们不需要的。还有说，还有其他地方，你看，我们不一定说一定要华人，有的时候在其他区委，我们支持他，他认为为我们讲话，我们一定要支持他。所以我也不多讲。现在这么多人在这里，希望大家就说不要给自己压力啊，让大家就说对以后的看法，希望大家就说放松。感谢大家今天冒着这个外面这么冷的天气来到这边，我们感到很欣慰。我们作为一个机器人在这里感谢大家到来，感谢。这样的，今天这个方式大家就自由发挥、自由发言，好不好？主要的议题还是本来讲以前的说我们不谈政治，但是今天的话你要谈政治了，不谈政治的话可能要卡掉啊，是这样子。那我们就按两边扩展的方式，好不好？哪一边一个，这样顺序两边扩展，好不好？你看一下，主席你先来也可以吗？好吧？对，先 OK。然后左右没关系，你先来，没关系。一个左一个右，以那个会长为中心吧，好不好？两边，你那个麦给。